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咧最现堂啊！今日好开心咧，请一位靓女过嚟啦，同大家分享啦。Piana 佢系从事咧电解水嘅行业嘅，不过好有兴趣咧，就系喺佢个成长阶段里边咧，可能咧佢经历嘅啲嘅工作岗位啦，或者选择等等啦，都可能系好多啦。年轻人咧，依家可能会面对嘅问题，甚至乎都可以借鉴咁，所以我就请你上嚟啦。Hello， 你好啊，多谢你 Amanda， 多谢你邀请。同小少少你自己倾两句。Hello， 我系Piana， 咁我咧就系、是。現在其實我幾個不同的職業的崗位啦，咁我哋啲生意都係好多嘅啲人，係啊。咁我自己就做咗從事咗二十幾三十年 designer， 即係做手袋 design 啦。咁跟住咧就加一啲行業啦，就係呢個電解水機嘅行業啦。咁啊，其實兩個行業都有啲故事嘅，即係入去有啲故事啦嚇。咁就阿 Amanda， 你想我點樣開始先咧？就咁樣嘅，因為咧頭先我哋傾偈嘅時間裏邊咧，咁好好嘅 ，Amanda 就由佢。入行開始講嘅，咁我又覺得哇好得意喎！呢個部分裏邊咧，正正就係好多年青人咧面對嘅問題就係、是、出嚟做嘢嘅時候裏邊咧，呢家好好嘅，啲父母啦，即係父幹啦、母幹都好好嘅，就安排好多嘅朋友啦，去為小朋友咧鋪路嘅。咁你嗰陣時係咪一出生嘅時間裏邊正正有咁好嘅父母安排？一部分啦，咁我即係。我一畢業咧，媽媽咧就即係擔心我，咁就好早安排咗呢啲職業俾我去做啦。咁啊，就由我小朋友嘅志願咧，佢都唔理啦。因為咧，我細佬哥嘅志願咧係做一個職師嘅，咁佢都唔理我啦。咁佢就驚危險啊，職師即係磚頭跌落嚟跌親我啊。咁安排咗一個好穩定嘅一個會計嘅職業俾我做啦。咁啊，即係好唔適合我。咁就咁啊，做咗九個月啦，咁啊喊曬，我唔做啊，唔做啊。因為當其時就係一個大哥哥幫我安排嘅，我同個哥哥講唔做。跟住咧就係咁我哥哥再另外安排一個 uncle 做手袋廠嘅地方去學嘢啦。咁我就喺嗰度開始學習做手袋。咁學咗手袋就開始設計啊，因為我嘅興趣係做設計嘅，咁啊就學咗興趣，咁啊有八年九年啦，咁啊發覺咦唔得喎，啲 uncle 好大咯年紀，我要出去睇下出面嘅世界係點喎，你都乖咗好多年噶啦喎，我乖好多年噶，因為你要慢慢學習啊嘛 ，uncle 年紀大啦，同埋有啲老化咁啊，諗住出去睇下出面嘅新事物，咁就去個 buying office 嗰度做。做一個 senior 啲嘅 merchandiser， 咁啊一路係咁做啦，咁就咁啊同一個客人咧好好關係，咁啊就佢咧就係、是、邀請咗我出嚟咧再開一間公司，就同佢 set up 一個 design team 啦。當其時就係、是、接咗好多單啊，同嗰啲大嘅 brand 啦、啊，好似 Nike 啊、Champion 啊。Adidas 啊，因為嗰時我設計嗰啲嘢要賣俾佢哋噶嘛，咁咧我就係試過就一年飛十二次，一年飛兩次，一個月飛兩次。咁其實我想帶出係咩咧？就係、是、話雖然我爸爸媽媽安排曬好曬我啲嘢，但係你都要努力噶，即係你要學習啦，要好勤力，因為我嗰陣時就算去到那裡做呢，那為什麼客人想認識我呢？我真的由九點鐘開始應酬到去到夜晚十二點鐘的。Oh. 哇，可以啊。那我那個客人呢，因為很有些要求的，那呢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應付到佢，即係證明你嘅嘢係令到佢 OK 嘅，先要咁長時間對住你嘅啫。係啦，冇錯啦，所以即係要我覺得要我哋做事啦，年青人做事啦，要一定嘅IQ 啦、EQ 啦、容忍力咧，因為嗰時仲年青啊嘛，咁當然就係每樣嘢都要慢慢學習。即係唔識咁就要慢慢去做啦，同埋要俾一啲誠信人哋啊，因為個客人中意我就因為我好有誠信，即係我講咗我點都死俾佢噶啦，唔瞓都死俾佢噶啦啲嘢。咁 at the end 咧，我哋都做咗好朋友啦，都做二十幾三十年嘅朋友啦，做咗到而家都係好朋友。即係佢一個美國人啦，咁佢個女就收養嘅。在越南收養，我是他 godmother 啦，咁我大家好關你，咁啊即係我從事呢個行業有二三十年啦，咁跟住就我想再去另一個領域啦，好多人都話要創新事業乜，咁啊好難去諗嘅一時之間，咁啱啱適逢遇咗我先生。
我先生有病，就是患了 cancer。咁、okay. 啊、就開始人生有好唔同，好好唔同嘅轉變啊！就係、是、話，即系即系當然對人生嘅轉變係好大啦。即係健康最緊要，係咪？跟住就係話，咁我咧就我對水嘅要求好嚴格嘅。我係十幾廿年前咧已經係用啲好貴嘅女士。因為好多人係唔了解嘅，即係覺得水咪啲咁咪都 OK 咯。係啊，甚至乎啲人唔飲水嘅，即係我哋係唔飲水嘅。即係好多時咧，因為即係我都有啲注重健康嗰啲人嚟嘅，即係我都會好 consider， 即係我覺得係飲得咪得咯，使乜咁貴啊個濾水啊？即係呢個 concept 咧，好多人係本末倒置咗，因為我哋係成個人係用水 做噶嘛，70% 係啦。咁所以呢個大家認真聽下先啦。因為嗱，水真係冇色冇味，冇乜都冇噶。好多人唔中意飲水，就覺得佢真係冇味。就我哎呀，中意飲水，你諗下咖啡果汁都好。Yeah，exactly， 因為飲水哇飲得多，我又要去洗手間，哇好麻煩。咁 anyway， 咁我先生就有病，哇我冇理由喎，點解我咁貴嘅水機，我先生都，我可唔可以全部賴咗水？但係當我讀啲即係睇啲書啊，睇啲成咧，就係話人體咧大部分係酸性，或者你食得肉多啊，或者會酸性。咁我就去開始研究啲電解水機，因為有啲朋友開始話俾我聽咧，啲電解水咧可以調校啲 pH 值啊，乜。咁我開始去睇啦，咁啊咁其中同類型嘅某一個牌子。有個功效即係唔好講啦，係咩牌啫？首先我個節目可以講講到講人哋牌子嘅，不過你想唔想講嘅啫？係啊，你牌子都可以講嘅自己，我哋網上 OK 嘅，即係我唔去 compete 人哋嘅牌子啦。咁就價錢相當都幾貴㗎，真係唔好講少。咁其實我個心就諗，即係我都有同嗰個人講，我話啊，你個機咁。又咁貴，你點可以幫到一般人呢？因為當我先生有病嘅時候咧，我的心咧係好想幫人嘅，亦都喺嗰段時間咧，我就去咗好多唔同嘅服務團體，去幫人。咁我覺得水係應該要幫人，因為你每一天都要飲，係，同埋水係對健康好緊要，好緊要。咁我就同嗰個話：你咁貴，你真係唔係一般家庭可以。俾一啲觀眾嘅 concept 先，一般市面一啲優質嘅電解水價格會係點樣？因為我哋成日講貴，佢哋未必知噶嘛。係 normal 嘅價格咧，即係同我嗰個牌子同類型咧，係講緊31,000元，差唔多啦，係斷萬嘅，仲要幾萬蚊嘅。幾萬蚊啊？係啊，仲唔包安裝啊？仲要你一般人咧聽到哇，點搞啊？因為我遇到好多朋友都呢個情況嘅，係咪啊？即係話誒，成日問我水機嗰啲價錢，我就講咗。好啦，跟住佢哇，使唔使咁貴？跟住揀翻可能幾百蚊啊，嗰啲普通嘅裝，因為喺佢嘅概念嚟講太貴，但係旅行又唔覺嘅喎。即係佢哋唔係話唔可以負擔，但係佢唔覺得嗰個值個需喺邊度咯，係啊，幾百蚊都得啦，幾萬蚊唔係啩？我去玩下先啦，咁樣即係人嘅概念係咁嘅。咁開始我就覺得哇，唔使咁貴啦，你幫人啫，我就去再去尋覓呢樣嘢啦。咁就喺當其時，因為我做過電商行業咧，我係識好多唔同人嘅。咁啱啱識成人嘅朋友咧，佢就真係代理咗一個韓國嘅水機。咁就佢話唔係喎，你價錢係。公道嘅喎，系啊，咁好啊，咁我公道嘅意思即系咩咧？公道咧就系1/3嘅价钱，okay, 即系10,000楼下，都系接近五位数字啦。即系譬如可能几千蚊接近10,000蚊嘅五位数字啊，系四位数字啊，系啊，四位数字，都未到五位数字。对一般人嚟讲。對於一般而家唔使錢落去買呢個濾水器嘅朋友嚟講咧，就唔會睇嘅。但對一般用開濾水器嘅朋友嚟講，可以接受嘅。嗱，咁我係咁樣分析嘅咧。一般濾水器咧，如果你普啲啦，都要3,000-4,000蚊，4,000-5,000蚊係咪啊？好似乜星牌啊嗰啲，都要幾千蚊。咁如果你可以花費4,000-5,000蚊去買一個。不如你加多少少，去買一個可以有功用嘅、有 function 嘅，咁就變咗好啲咯。因為當你除翻開咧，我哋因為免息分期噶嘛，你除翻開咧，其實你俾我計過啦，你每日都係使個半嘅啫。一來咧，二嚟就係大家冇計條數啊。當你身體健康咗之後，你睇醫生少咗咧，其實你嘅錢都喺翻度。其實我好多朋友都咁講啊，佢食好多 supplement 啊，係，哇！我見過啲朋友好似～
即系四五十岁啫，哇，好似个阿婆咁样，呀，食咁大包，唔系嘛，真系咁大包喎，哇，呢个又咩咩咩，有病，有病啊，真系有病，食得太多对个肾冇噶噃，系，咁咪。咁但係你要諗下咧，你食 supplement 好，你一個人食啫，你唔可以成 family 啦，你唔可以成個 family 食嘅。但係水咧，你就成個 family 飲啊嘛。同埋水可以內服外用，係啊，因為女士就等於咩美容。我知點解水仲有個好處咧，就係某啲係服美容水嘅，所以點解我會熟悉呢件事？係啊，所以 Amanda 好熟嘅啦。Amanda 你有冇買咧？我自己有買，我自己嘅水機都個五位數字嘅。Really？ 所以我對水嘅要求係即係我即係我都係健康。人嚟嘅，基本上我又唔飲奶茶，唔加分飲水嘅啫。係啊，咁所以即係好清楚，如果你嘅身體上面咧有足夠嘅水分咧，其實你啲細胞又會好啲，皮膚又靚啲，全壯。咁但係當然呢部分咧，我啲朋友都係通常都係人生悶嘅嚟咁嗰啲啦。一般人會未必會睇得咁即係咁 fundamental， 因為當然即係 touch wood 啦，我好彩我冇特別屋企人有事，但係其實即係我都發現好多時咧，好多身邊人有事，係其實就會睇下究竟其實 back to the basic 有啲咩需要咧。其實你講真的，你今日先新聞都講下報道就話香港人食得太好啦，係啊，膽固醇又高呢樣嗰樣，翻翻食最基本嘢，甚至乎你多啲飲水好過飲汽水嗰啲咧，對你個人同埋我講想咁講，大家都咁忙，即係冇乜時間消化，大佬。咁你越複雜咧，其實你譬如一啲精製糖太多咧，其實你個人會精冇咁精神嘅。係啊，你越乾淨會越好。所以 that's why 呢一個部分裏邊咧，就水呢一個好重要。但係當然啦，靚嘅水梗係由你講啦。係點解一般人唔中意飲水咧？即係一般人飲水，因為飲得多會好飽啊。個肚好脹啊！咁佢覺得哇好脹好唔舒服啊！但係電解水有一個好處，因為佢個分子係打到好細，係即係好微細，咁變咗咧你係可以飲咗你唔覺飽，真係㗎！即係一般人要飲八杯水，有啲人唔飲八杯水嘅，有啲人飲兩杯水嘅啫。有啲人真係唔中意飲水嘅喎，係啊，真係佢真係唔中意，有啲人唔記得就另計，有啲人唔中意飲水嘅。但係當即係我講我自己先啦。即係我初初以前即係冇電解水啦，我都係飲三杯水四杯水，但我裝咗呢個機咧，我係飲好多水，八杯水，七八杯水。咁但係嗱，講真，我哋梗係知好處啦。但係你喺呢門生意嘅城裏邊，嗱已經有啲好大規模嘅大牌子啦，係啊，亦都有啲即係市面上大家認知嘅啲傳銷啊等等部分都會有啦。咁你點樣突圍而出，同埋點樣教育多啲人飲水？講真。真係嘅，如果佢哋對水嘅要求或者認知越高嘅話，其實容易賣走噶嘛。啱，冇錯。我哋自己個網都有一啲明星啦，好似阿達哥啦，都會有講過飲呢個水啦，係啊，係我哋 website 嗰度有啦。咁就好似阿嗰個叫咩啊，拉炳哥啊 ，OK， 咁佢都有飲呢個水啦。咁即係我哋要。靠在我們那個網絡的部分啦，去教育那些朋友，水是緊要的，咁就係我哋都有啲 video 咧，係有啲 testing 啊，即係我今日冇帶嚟啦，就係、是、去證明我哋一般嘅蒸餾水係酸性好高的啊，係呢個我都知道。你有見過嗰個測試啊？有啊，因為其實一般人哋係唔會有嗰啲咁樣嘅即係 testing 嗰啲嘢啦，係啦，即係佢做呢樣嘢。但係其實真係好多，同埋日常生活當中我哋食好多嘢咧，令到佢身體好酸啊。係，即係好多病或者甚至乎 cancer， 即係等等都會好關呢個事。但係因為好坦白講嘅，好多人真係冇乜點去理，甚至乎即係 for example 咧，如果你讀文科係唔會知 pH 係咩嚟嘅，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佢哋更加唔會明你講乜嘢啦。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令到好多人咧，即係冇太留意呢件事嘅。頭先你講過，即係譬如啲 artist 佢哋會都會即係喺呢個網裏面出現啦，去宣傳。是但其實係咪已經夠咧？定係要即係再用其他方法令到多啲人了解，先可以令到你嗰個我諗係未足夠㗎，因為唔係好多人去 Facebook 啊或者各方面。咁變咗咧，我就希望可以同多啲嘅健康嘅團體推廣健康團體，因為佢定期有啲講座，去教育一啲朋友咩叫健康啊？因為而家健康係好緊要噶嘛，即係佢哋定期有啲講座，喂你有啲咩菜唔好食啊，或者咩咩咩咩咩咩嗰啲，咁我而家開始就多啲同嗰啲咁嘅團體聯繫咯。咁佢哋會有 member 嘅，咁佢即係教識咗佢 member， 佢 member 咪亦都會話翻俾屋企人聽咁樣，咁
加上即係我朋友之間咧，即係好多朋友我都會講解俾佢聽咧，係有呢、這個喂水有呢樣嘢啊咁樣咯。咁其實嗰個牌子咧都幫唔少噶啦，係因為佢花咗好多錢做廣告，冇錯啊，係啊，同埋即係佢都花咗唔少人力物力嘅，因為佢係傳銷啊嘛。咁佢一個講一個講講啲，咁你我前陣又上過聽，你有聽過係嘛？因為我要做 research 嘛，即係我哋都會知嚇。咁變咗你即係。我不知道大家有冇睇新聞咧，咁漸漸坊間咧已經有好多人要知道水嘅緊要性咯。其實係啊，你只有少少擺喺個 concept 裏面，或者個電解水嘅緊要性咯，即係唔係話飲咗嗱嗰個牌子嘅傳銷就話好似唔使病唔使睇醫生咁樣嘅，咁我唔誇張嘅。make sense， 即係譬如醫院都會有一樣啫嘛，即係你 make sense 地佢令到你慢慢好啲，係咁呢個係其中一部分。係唔係其實佢 mainly 係預防。嗯，即系饮咗落去预防，即系譬如因为佢去调解咗你，譬如我哋食肉食得多咧，系，咁你饮咗你个酸性去调解咗你，你变咗碱性，咁变咗你咪可能预防到好多疾病咯，因为好多疾病都由酸性而嚟噶嘛，或者佢系同你排咗啲毒啦，咁你个肠咪少咗咯，即系其实系等于。你吃了 supplement 去幫你，但是 supplement 咧係對個肝不好噶嘛，對個腎不好噶嘛，肝啊腎啊都唔好。但我哋呢個咧就是水嚟嘅啫嘛，咁變咗咧就幫到你，好似食飲咗好，即係有好多警察喺你身裏邊去幫你打走嗰啲細菌，因為佢嗰、那個活性輕好高，咁啊即係變咗咧係佢將你個自由基咧係減慢咗。女仔聽到自由基減慢咗係好開心嘅，因為同靚係有好大關係。係啦，你一睇 Amanda 咁靚就知啦。即係我真係知道呢啲嘢係對關事，同埋好坦白講，你使咁多錢去美容院咧，如果你裏邊整得好嘅話咧，相對地你外邊擺落去嘅嘢你先 hold 得到。係啊，你先可以負荷到嘛。即係如果唔係你，如果你裏邊五臟六腑都不係好咧，你又好難負荷到其他嘢咯。嗱，咁我想請教啦，其實咧真係嘅，頭先你講過，即係已經有一啲公司令到個市場上面大家認知啦。咁嗱，亦都響即係認識咗韓國呢間公司。咁但係響你即係同揾呢個韓國嘅產品嘅時候，有冇猶豫過咯？因為即係個 market 上面都有，或者係定係覺得，因為好多時候我見過啲係日本噶嘛。係。咁啊，點解韓國你係會覺得係可信，甚至乎可以幫到你創造呢、這、一個？我可唔可以叫 second business 咧？因為之前你。design 一個，係啊，呢個係 second business。係啊，係啊，我因為佢本身第一韓國，大家都知咧，近年嗰個做所有嘅電子產品嘅水準非常高啊，而家有。我想香港有60%都用 Samsung 的手機，即係佢嗰個電子科技好進步嘅。咁我哋呢個電解水機，即係我哋韓國做呢個咧，佢個電解版咧仍然都係日本嘅。因為是日本專利的、是日本專利的，是他出的，咁所以我對於他有信心咯。至於點解你話我係咪一諗到就要做呢樣嘢咧？我係嘅，因為我先生的病咧係令我啟發咗好多嘢嘅。即係就你可以做到噶，濕片文又得，或者可能係一啲嘅健康生活嘢都得。點解水呢？水是人最重要的一件事，亦都係好多香港人不認知的嘢。係係咪啊？同埋水。是比 supplement 便宜的是如果你大家懂計數，你有買 supplement 你知道的，你計一計，哇，我有些朋友3000-4000買靈芝啊，什麼那他吃3-4個月而已，那我們譬如我們這些是 good for 10年，還有你 whole family，即係唔係話淨係你自己嘛，你買淨係你自己食嘅啫嘛，咁你爸爸媽媽唔使諗，小朋友唔使諗，係咪先？同埋呢個電解水一樣嘢，佢就係農藥。佢可以浸咗啲農藥去。點解香港其實食物鏈係好緊要？點解香港亦都係多我覺得啫。點解老化得咁快，或者係嗰個癌症病年輕化得咁快咧？就因為個食物鏈啊，咁啊好多農藥啊，你又唔知佢咩 chemical 啊，又唔知佢乜。但係我哋如果大家有知道咧，我哋呢個去農藥係去得非常之好嘅。
少少 concept 大家知道啦。有一般人咧就可能諗住洗菜啦，咁有啲人就普通洗完就算啦。咁我有啲叻啲咧就買洗菜嘅，可能啲同埋叫簡易，總之有啲嘅有機嘅東西啦，係啦，有機同埋有 chemical 嘅。係啊，咁如果叻啲你玩有機嗰啲啦，咁都係可以洗完之後都 OK 嘅。但如果你揾啲好啲嘅水電解水啊，或者其他類型嗰啲即係好過濾嗰啲啦，你浸完咧 suppose 啦。就會將呢一個農藥咧，就可能會離開你一個即係你嘅菜啊等等嘅事情嘅嘢。咁當然啦，如果真嘅，點解我會咁詳細講？因為好多人咧係好煩咧，求其整完就算，或者批皮，我哋參啲生果都係批皮啊，所以咁呢一個其實呢啲程序你諗清楚啲。如果你普通大人就唔覺，細路仔就好覺，冇錯。父母如果有小朋友嘅話咧，你係絕對好留心噶。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即係電解對小朋友都好嘅。係係，當然啦。同埋皮膚有問題都好嘅，因為除咗我先生有病咧，我個仔係有濕疹嘅。啊、okay, ，係好煩嘅，即係好多小朋友有濕疹啦。係啊，因為我個仔就廿幾歲啦，佢、一出世已經係有濕疹。哇，好父母好慘，好慘。即係濕疹嘅人係好慘，即係濕疹嘅人同埋父母都好慘。咁當然我廿幾年前未有呢種產品出現噶嘛。我哋揾好多好多醫生，俾好多錢冇辦法好嘅。咁就直至做有呢樣嘢出現咗啦。咁咧就咁就開始，因為我仔嗰陣時唔肯飲水嘅。雖然我有濕疹咧，佢又唔理嘅，即係男仔嘛，理得咁多咩？你問下哥哥仔飲唔飲水，飲汽水，跟住咧就咁我咁啊，我買即係買咗做咗呢個代理，我話仔反正都唔使錢，你試下咯咁樣，咁我就開始飲，越飲越多。跟住就我哋又買埋啲沖涼啊，各方面咧，咁佢個濕疹係明顯改善咗嘅、其實水就好簡單，好過睇醫生去處理。咁呢、這個我諗好多朋友咧，真係定定地諗一諗翻你自己健康，你就真係唔使成日睇咁多醫生。好多朋友經常都要睇醫生。哦，係啊，即係多多少少，因為個免疫力嘅問題啦，即係會差咗。譬如你翻 office 嘅，你好自然就有啲中央冷氣一病，全部都病。其實好多時太依靠睇醫生，自己免疫力係差咗嘅。係，冇錯。咁當然，除咗呢個之外，就可能食又食得唔好啦，定係食你問下你自己食 lunch 食 dinner 一定有啲咩凍奶茶啦、凍檸水啊、汽水啊，係啊，即係呢啲係咪屬於酸性嘅嘢，即係相對比較多，或者係食多肉咧、小菜啦，呢啲係好多普遍嘅習慣嚟。係啊，如果你有機會上我個網睇有個 video 咧，你會睇到你嘅 test 咧，就係出邊嘅汽水咧，如果有個 check 咧係越黃咧。就是越差的越藍就是越好的。咁即係如果係 Manda 有睇過，就係、而我哋飲翻啲鹼泉水可以中和翻嘅噃。即係話，譬如你出邊食得唔好咧，你翻去飲下，你就可以中和翻嗰啲咁嘅酸性啊，或者唔好嘅嘢咯。咁啊，對你嘅身體嘅防禦能力係好好多咯。其實呢個概念咧，即係首先你屋企人已經有 benefit 啦，跟住就變成一個生意啦。咁啊，令到希望可以多啲人啦。嗱，你聽落去，你開始同一啲唔同嘅團體咧合作溝通。其實可唔可以咁講？你做呢個生意咧，就除咗揾錢之外，你仲有另外啲嘅信念，所以令到你先開展呢個第二個事業啦。我嘅信念就係、即係自從我先生病，我就覺得健康好緊要。健康由咩而嚟呢？健康是由你日常生活而嚟，由你日常食嘅嘢而嚟嘅，由日常飲嘅嘢而嚟嘅。所以我有呢個信念做呢個生意。And then咧，我就希望將呢個信念係帶俾人嘅。咁其實咧，我就係、每買一部機咧，我有少少抽出去做一個俾啲慈善團體嘅。呢、這個大手掌，呢個大手掌，即係一部分啦，就係俾慈善團體，就係嗰啲皮膚，因為我嘅仔嘅問題啦，我就對濕疹嘅小朋友咧就係、關顧多啲，關顧多啲嘅，因為真係好可憐嘅。係嚇，咁、我就有後生都係哇損曬，因為佢係心理同生理咧都係好痛苦嘅，因為好痕啊嘛，同埋如果你唔靚嗰陣時候。人哋會睇覺得你，同埋有一個問題咧，就係睇極都唔好，即係令你嘅人好氣餒。係咁變咗咧，即係咁就呢個信念就係話，希望水去可以調解到你日常。即係你個仔一啲成功個案啦，亦都係對。可以咁講啦，係啊，咁即係 one off 啦嚇，咁就係咯，就希望可以幫到皮膚有病嘅人咯，即係少少幫助，即係可以俾佢哋教育佢哋多啲呢個水嘅好處咯。我成日都講噶啦，唔可以飲
好超然好嘅水，但系你一定唔可以饮唔干净嘅水咯。大家啲基本信念啦，即系除非你譬如我哋有时都去内地做义务工作嘅，咁。基本已經有乾淨水，你唔同非洲嗰啲嗰灘係污糟水，你都要飲嘅冇水嘛。咁但係當你見到好似好清澈嘅水，其實當中裏邊係咪真係對人體咁健康咧？其實人仲可以再好啲咯。即係呢個係可能你要花少少時間心機去 study， 令到件事係再對身體好。因為而家科技好咗啦嘛，即係以前唔會有電解，因為以我所少少嘅認知啦嚇，即係電解水始終佢你裏邊嘅即係電板之類嘢可以將水即係酸鹼去分開，咁變咗已經可以用一個嘅科學化形式可以將佢分開，咁我飲就已經係靚嘅鹼水啦。咁點解唔好呢？即係呢個我諗其實個概念上面有呢一個嘅諗法，要個改變。但我都想請教一下啦，譬如你依家呢個嘅即係新嘅生意啦，某程度上咧都好有理念啦，好有 vision， 同埋亦都好有感受。咁你之前嘅 design 係傳統嘅生意啦，其實呢兩樣嘢有冇感覺好大唔同咧？有冇感覺好大唔同啊？因為之前一個就好明顯啦，數據上面一定要即係揾錢，唔係話呢個即係呢一個水嗰度唔係揾錢，只不過你會多咗啲 passion 或者多咗一啲嘅理念，會唔會喺嗰個 develop 嘅過程裏邊咧會有唔同啊？都會有噶。我哋之前做設計啊嗰啲各方面咧，就係點講咧？就是你要去求人，即是你整好了你去要 sell 人、okay. 我要 sell 我的 design， 我要 sell 我的 collections， 即是要怎么说呢， sell 你的 idea、而这个水呢就是说一样是好的 product， 你来找我不是我来找你、即是我现在是帮你，你即是不是说我去呃緊你嗰啲咯，係啲類嘅 business 係唔同嘅，係啊，好唔同。因為我點解會咁問你？因為傳統嘅生意模式係一路都做緊嘅啦。你話齋要 sell 人哋啦，因為講真，佢唔揀你可以揀其他嘅人啦。係啊，咁同埋佢覺得佢需要嘅程度係生意需要程度，佢未必會咁入心嘅。可能有價錢咯，即係 OK， 或者今次唔中意你點都下次咯。佢只不過生意上面嘅上落有爭少少。咁但係你呢個就好唔同噶嘛，你係好 touch 到每一個人，係啊，甚至乎家庭。我哋翻去人最基本嘅生意咧。冇錯，係。咁除咗你講緊賣機之餘，其實你多咗個信念，就係講緊你會同人哋講究竟水有咩嘅重要性。咁個 business model 好唔同，因為你 design 過，你冇話俾佢聽嗱 ，design 對你公司係咩好處，你冇有心機講呢樣嘢噶嘛。唔會嘅，你只係講完究竟要唔要就算噶啦嘛。咁但係你依家呢個係會多咗好多心機做教育嘅部分、溝通嘅部分，係咪？係咪即係嗰個嘅滿足感又或者嗱咁講好實際嘅，我唔可以完全即係俾生意額啦。但係你花個努力同埋回報嘅部分裏邊，其實呢兩個感受，呢兩個生意嘅 difference 會喺邊度咧？感受啊，以前嘅生意係辛苦嘅，係好辛苦嘅，因為你做設計唔係人人可以，唔係人人 buy 你噶嘛，係唔係人人 buy 你噶嘛？你同一個客可能呢個 collection OK， 下個 collection 又唔 buy， 唔係噶，同埋即係有啲失落感嘅，即係失敗感啊！即係哇！我整完一個 collection 就話我覺得好靚喎，哇唔要喎，我係好失敗嘅，真係好失落感嘅。咁成每年都係咁不停咁，我哋一年出好多唔同 collections， 不停。當然賣到好開心啦，賣唔到就好傷心啦。咁第二就呢個水嘅生意又唔同啦，因為我去教育人哋，我去話俾人聽呢樣嘢係點點點點點，呢樣對你係健康係點樣點。當你去接受，你係好開心嘅，因為我會覺得我係幫到佢，即係成功感係唔同嘅，即係每一個人都要愛家庭愛自己。係啊，咁變咗就係因為好多人都忽略嘅。好忽略自己的健康，香港人尤其是係咪啊？香港人啊，尤其是城市嘅真係係啊！咁我借個字，哇！好努力，好努力賺錢，但你有冇諗過，如果你有問題，你屋企人點咧？係，所以你一定係要令到自己好健康，你先可以去令你屋企人開心。係，我有時啲講笑咁講嘅，即係你忙唔緊要，唔好病。真呢個係好麻煩嘅事情嚟嘅。喂，病啊，病唔緊要，病唔好冇屋企人喎。
因為好似因為講你病得，你屋企一定會擔心嘅，即係好正常。好正常。其實好多時咧，真嘅，唔知係咪因為即係都咁上下嘅人生經歷啦，你就會對屋企啊、對呢一個關係啊、對休息、對健康會更加留心。咁年青嗰班就唔好先算啦，又唔瞓啦，又跟住食得好差嘅嘢啦，即係覺得自己不停燃燒咧，即係燃燒到盡咗先安樂嗰度。第時你就知道，呢啲通常都係阿媽講嘅説話。因為呢一個部分點解會講，就我覺得依家啲人好多都好醒嘅，即係佢哋都會即係會，尤其是多好多資訊啦。即係只不過係會唔會地咧，係從另一個角度令到佢覺得呢件事就唔係好似即係冇乜即係未到啦咁嘅情況，而係進展到階段就係呢個必須嘅。呢、這個係一開始嗰陣，即係最理想就係一入伙嗰陣就已經裝啦，係咪先？係啦，係冇錯，冇最理想。咁其實你喺嗰個教育過程當中裏邊有冇發現咧？即係呢一個嘅成個嘅趨勢等等事情嘢，係咪可以咁樣去扭轉咯？定係都仲需要花啲時間去做一啲嘅教育咧？我覺得要花啲時間去做啲教育咯，因為香港人善忘嘅，香港人好得意嘅，香港人係煮到嚟先算啦。到期時先算，邊有咁大件事啊？即係香港人好多時都係、我有啲朋友就哎呀，唔好驗身住，費事驗呢個病。你有病就有病嘅，你唔會因為驗咗而有病噶嘛？係啊，即係我嗰個朋友做生意，我之前嗰下咧點啊？你點解咁幼稚嘅諗法咧？點解會？我有可以同你分享我個行有個朋友啦，我識咗好多年㗎啦。咁我後生嗰時候話喂。你好買份保險啦、但你唔係做 agent 嘅，我唔係做 agent 嘅，我係純粹我喂你趁後生買，你驗下身啦，唔睬我喎，唔理我喎、好啦，後屘到去到40几五十歲，佢真係有次無啦啦走去驗身，唔知有個唔知乜鬼嘢病，跟住所有保險唔受佢，跟住佢病發啦，冇辦法啦，咁入公立醫院咧。佢話：唉，真係慘個鬼啊！慘到癲啦、啊！咁所以健康或者你預防咧係好緊要，所以香港人係善忘嘅，即係要教育佢好難。係，同埋就會覺得你點？點會喺我身上發生呢？係僥倖之心，因為廣州我都有好多朋友 case 係睇住佢有事嘅，即係會睇到，即係講開少少保險啦，即係保險又 cover 到，你會發現有好多嘢。嚇錯，通常咧要賠嗰陣要使錢都唔係好嘢噶啦，你梗係唔好要 cam 啦。咁呢個概念係我諗如果做保險從業員嘅朋友應該係都會面對同一個問題嘅，應該係啊係啊，因為你唔係講緊啲實質嘅嘢嘛。但係倒翻轉，如果你係真係聰明少少，其實分散風險啫嘛，係即係你個錢都咁俾嘅啫。咁你點樣去翻去轉頭咧？咁其實會唔會有啲咩其實依家都可以吸引到，即係譬如啲 client 除咗你好好嘅教育之外，其實都容易吸引到佢哋去留意多少少關於水嘅好處咧？有冇做緊啲咩 promotion 或者係啲教育嘅 plan？ 其實我哋個機咧喺。啲 cheap up in store 都有得賣嘅，永安啊、八八一田啊，咁啊，當然我哋嗰啲 sales 嗰啲就會教育佢啦嚇，咁就我再講咧，就係因為我想參加多啲健康講座咧，喺嗰度去教育佢哋，咁就或者係多上多啲網台節目啦，佢可以講出嚟咧，好似阿 Manda 咁啦，就分享一下水嘅健康，即係水嘅重要性咯。係啊，咁因為我以前係家庭醫生，即係我家庭醫生好大年紀嘅，而家90歲退休啊，係啊，好健康，好健康嘅，因為佢教我嘅，佢教我水係緊要嘅，佢話佢話：你唔好睇一杯水，無色無味，禍從口入，你知唔知啊？所以我不嬲都知嘅，食嘢飲嘢都係。咁我廿幾年前我都已經真係裝好貴嘅水，咁啊變咗就佢教育我，因為人咧係有自愈能力嘅。是人有自愈能力嘅。咁當然啲水係幫助你增加你嘅自愈能力。佢話當你發生有事或者少少，即等於我先生啫嘛，少少嘢嗰件事已經係好大件事啦，即已經係 can 啦。你根本係唔知嘅，所以變咗日常你要保重自己嘅健康咧，就係緊要咯。係啊，係啊，所以就係。這個真是少少，因為這個嘉賓，所以又多了少少即係健康教育的概念。在很多人來講，他們好像對個身體麻麻地，即係覺得都 OK 啊，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咁，好似冇乜嘢啊。咁咪未病過啊嘛。係啦，甚至乎譬如話感冒傷風，我見到啲平日擺上 Facebook 嗰扎藥咁樣啦，即係首先抗生素嗰啲好多嘅。即我係嗰啲夠膽死咧，如果感冒係唔會睇醫生，可能漚兩三日，即係可能你休息飲水。
跟住食多啲維他命 C， 會讀成個檸檬咁樣咧，其實我自己好翻嘅。係會嘅，即係我都有兩三年冇乜點睇西醫，除非真係好嚴重嘅 case。咁其實你要相信你嘅身體，同埋你要教到佢係識得幫你打仗。但係好多即係見好多人已經係好弱啊，尤其是譬如年青嗰班咧，講緊即係成日翻 office 呢啲咧，又唔休息又唔瞓，夜晚係煲劇。係即係呢啲水啊、瞓覺呢啲係人生最基本嘅嘢。只不過係大家遺忘咗，冇去處理，同埋真嘅你譬如出面買啦，買蒸餾水係最容易嘅。係。咁但係嗰啲好似都麻麻地嘅喎。嗰啲係報紙都有賣啦，蘋果都有賣啦，佢嗰啲係好低嘅 pH 值嚟㗎嘛，係啊，咁變咗佢個酸性係好高嘅，係啊，加上佢用膠樽裝嘛，即係膠釋放出嚟嗰個毒氣仲多啦，係又可以做即係做嚟萬寶嘅問題添，咁但係我都 brainstorm 啊，大家即係呢個即係我最好啦，創業我呢啲節目啦，成日講下唔知講啲咩 idea 出嚟，係啊 brainstorming， 即係個問題係咁。我又真的發現市面上是沒有得賣的鹼性水的，是嗎？還是我不知道？沒的。是的，為什麼呢？說真的，譬如大家都買，如果我下次醒我知鹼性好，我為什麼不買鹼的呢？沒的，可能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是的。我見過哪裡有得賣呢？就是無印良品。啊？有，很細包的。是一袋嘅膠袋嘅，好細袋嘅，石子袋嗰啲係嘛？係啦，新丁呢對啦，好貴嘅，佢唔知幾多錢，唔知幾多十蚊一百 CC 咁樣嘅。我係唯獨喺嗰度見過，因為你知日本人係全世界最長壽噶嘛，係啊，佢對水係點解個電解板係日本嚟嘅啫？嚇，佢好計嗰個電解水咧，以前係真係醫學噶。佢部機係好大嘅，好大嘅，好大嘅。之前你都資料都知啦，嗬。後屘佢就因為要教育人咧，佢就將佢做咗家用食嘅。係，咁就會好啲。頭先你講開呢個 size 嘅水咧，令我諗起好耐之前咧即係我做節目嗰時候，你訪問咗一個嘅醫生，即係佢係專幫啲大嘅化妝品去搞佢啲 ingredients 嘅，係佢皮膚勁好咯，當然自己帶一袋水出街嘅，真係啊，係佢啲水梗係要好靚嘅水啦，即係佢基本上唔飲電解水嚟嘅水，佢自己帶，我好記得嘅，你講起我就好記得佢有一個透明嘅袋咁，即係一個袋裝嘅水，佢只會飲自己嘅水嘅啫，我都係嘅。我都自己用一個玻璃，因為我唔用膠，我好少用膠水樽，我用玻璃水樽咧。雖然好重，好鬼重啊！咁我揸車好鬼重，我就好少飲膠樽嘅水，因為係有毒氣釋放。因為頭先等我講話，即係嗰個買嘅部分裏邊有好多朋友啦，佢未必可以即係成日都有水啦，即係變成樽裝水都係其中一個佢哋常用常飲，好過冇啦，好過冇啦，係。咁但係冇雪場冇，甚至乎好多 office 係唔會有鹼性。水我見過韓國我自己都有買，咁有個樽，即我哋戳唔知戳幾耐咧，佢就唔知咩 design 咗之後，佢啱嘢就會係啦，就變咗鹼性水嘅。咁當然唔係好強嘅鹼性啦，咁但係都有，咁但係嗰啲都會可以自己整到嘅，因為我冇啲機，咁我就自己整啦。咁但係其實會唔會係嚟緊都係咁嘅方向，可以即係都幾好啊咁樣。咁我咧就買屋企買十部咁啊，裝咁樣咧，都係一個好嘅。因為唔知嗱，其實講真的，我正常嘅消費者係咪先？咁我覺得最主要我方便買。其實我覺得大家嘅飲食嘅習慣或者嘅成個文化咧，第一件方便係。咁變咗方便嘅時候裏邊，咁鬼唔知道啲樽裝水唔好咩？但係真係好口渴咧，冇咧，但係仲有單響咗緊，報紙檔又有，即係嗰啲即係 supermarket 或者係嗰啲便利店又有，係好容易嘅。但係好容易地有鹼性水係咪可能會好啲？都係一個呢、這個都係一個方針嚟嘅喎，呢、這個都係一個值得。因為好實在嘅，即係如果我嗰、那個性價比又即當然啦，唔知你幾貴啦嚇，即係鹼性水嘅部分。因為我頭先我諗已經覺得啊，會唔會一定要玻璃樽裝啦？唔知係呢個要問專業人士先知。咁我係一般嘅消費者，我梗係希望可以隨時有鹼性水飲啦，係咪？就算我唔俾。幾千元買部機都好，都可以飲到，因為其中一部分，同埋即當你嗰個銷售點可能多嘅時候，你一流宣傳，二嚟又可能變成另一個 business 先知。都可以諗下㗎，但係咧要喺個成本上邊去諗下咯。呢個唔係我嘅仔咁，係成本上邊去諗下。我就即完全 crazy 咁諗啦，呢件事。因為要相當教育到香港人接受呢個電解水，因為你諗下我呢一。咩啊？八蚊九蚊一支啊？
我告诉你我每次买水我都觉得很贵、当然在这个的布置档就便宜一点在连锁店买那些10蚊很贵是啊，点啊，嗰啲咁样啦，成件事系啊，咁变咗咧。如果我哋再用我哋嗰个咧，我谂我哋个或者个量系真系好大嘅，个量好大，但或者可能比佢会贵啲啲。咁当然，我谂咪讲翻转健康成分嘅问题啦，即系同埋即系咁讲啦。嗱，呢个关于呢一个嘅即系可以值得考虑嗰啲商咩嗰啲商品说明条例嗰啲咧，我 suppose 唔系买呢样嘢未有噶 ，OK？ 纯粹讲譬如话可能关于一啲病啊、癌啊、K class 嗰啲嘢咧，可能是一個出路，不知道，這個不知道，因為說真的，在這個的真 market 裡面有很多都說這件事，只不過是有些人是不會接觸的，永世都不會接觸，他只會知道買到就買了，是的，這個實在的嘛，那你對一些媽咪、或者對一些漂亮有興趣的人就會研究的，那些他就再是另外一種，或者是家用的 client，那就變成外面的人如果慣了的時間裡面，又會不會令到整件事好一點，為什麼會這樣說呢？說真的，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特別的部分去說水對他的市民或者對整個群眾爭好遠喎，你諗下小病咗佢醫療嘅成個制度上面，我覺得政府暫時唔敢講咯，接受咗現水，係咪即係咁講啊？因為好實在噶嘛，咁你成件事係啦，成件事咁佢哋嘅醫療嗰個 cost 低咗嘅時間裏邊，咁唔係對件事好啲咩？但係當然佢唔敢講邊間公司，但係佢可能係呢一樣嘢。或者我不肯定的，這個是你們的專業嘛。我政府呢暫時呢對這個他不敢，因為全民叫飲水已經算是這樣了，是的，因為呢為什麼呢？據我所知是他那個東江水泥了的水那裡，他過濾了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很乾淨，但有氯那些東西嘛，有氯那些，但是呢他不擔保入你屋那條水管 OK 不 OK 嘛，哇！如果佢咁樣去標榜咧，哇！佢真係大劑啦，真係唔知點算。或者可能叫即係當然啦，譬如之前啲鉛水事件等等事情，都知道有好多嘅嘢，我哋唔可以即刻監管。即係只不過可能喺鼓勵大家揀選嘅時間裏邊會好啲，因為即刻就會諗啦，除咗電解水之外，坊間嘅能量水啊，好多嘅坊間。咁我想問點有啲咩分別，同埋你喺個生意上邊，我點樣可以同佢哋有唔同，而令到你突圍而出咧？我想能量水沒有電解那個，即是沒有那個 pH 值那個，是吧？是啊，我們標榜就是我們那個pH 值，還有我們可以洗農藥那個功效，還有我們有一個2.5，即是如果生痱滋呢，你試下呢，整下呢，好快好的喎。真係的，同埋你隻腳損咗呢，你撒浸下好快好的喎。Okay. 即係點解話我個濕疹係 OK 呢，就是因為佢有一個少少消毒消炎嗰個類似消炎。酸性，因為係啦，酸鹼度酸度高。是啦，因為它可以調到 2.5 嘛， 2.5 也都有個酸度嘛。是不 是, 是醫院他們部分裡面就是愛來做消毒啊，或者什麼成績那個部分，是啦是啦，因為我們剩下來的酸性都可以抹油煙啊、抹水 啊, 抹這個我有一點迷思，個人地需要想問的，那時候有個迷思就是，喂，我整簡即是同一個水啦，我可能是10ml先啦，10ml 那你電解出來 suppose 哦，是不是5ml 是簡，5ml 是這個酸，因為有時候見到朋友他們有這些水機呢，有一半的水是流走的，是，那你不是好曬咯？不是好曬的，為什麼呢？你是留啲唔好嘅水嘛，同埋你可以揾個壺嚟裝，我嚟抹地啊、抹死啊，我哋即係我個朋友做得唔好啫，佢將佢直接流入去。咁有啲好好，即係等於我十幾年前咧，我用一個叫 OP water。OP water 叫液滲透水。OK， 嗰度仲誇張，佢真係液滲透到咧好乾淨，一啲礦物質都冇。咁你飲嚟做乜咧？係啊，飲嚟做乜咧？我後期才知道，因為我先生出事我才知道，它是這麼大的壺，它是蒸餾到只剩下那麼多，那些浪水程度嚇死你，它是真的乾淨到一點都沒有，但人體是需要礦物質的，沒錯，所以為什麼我就喝了十幾年 OP water 了，液滲透水太乾淨 太乾淨了，所以就乾淨到呢，即係我先生咧，就太乾淨啦，佢個人污糟啊，所以咧，我真係講真嘅，因為我有朋友南丫島嗰啲住咧，佢哋有啲人係有一批人嗰個價值觀係好乾淨，係佢係乾淨到咧，即係唔能夠生存咁滯。咁我試過有，因為佢試過有啲有個人啦，佢哋話平時食得好乾淨啦，唔知做乜鬼咧，就食嗰個炸雞嗰把興啊嘛，佢由腳趾敏感嗰啲嘢咧，上到頭頂。
好多人驚，咁所以我個朋友搬嚟咧南丫島就得出一個 theory， 就係我哋呢個世界都好毒嘅，所以佢有三成嘅嘢都會食翻邪惡嘅嘢，七成都係食翻一啲即係譬如有機啊等等事情都會有，即係令到個身體要適應，要 balance， 係啦，不能夠太過完全地乾淨，係啦，因為有一幫人佢哋係咁樣噶嘛，即係無論食物上邊啊，即係空氣啊，總之成件事深深到呢個世界啦，係嘅，同埋我坦白講，即係你譬如就算你話依家個社會上面，就算你唔活響呢個城市，我當你響即係郊區都好，你個空氣冇變噶嘛，冇變係，或者你會多好啲啲咁嘅情。所以你的身體不可以不打仗，即是這樣說的，不可以不預防，是的。我那時候譬如 for example， 我那時候我有個老師關於我聲音的老師，他都說你的聲帶，我不吃辣的，他說你要吃少少辣，我說為什麼，你的聲帶不能夠太冷的，你都要刺激一下它，讓它不要太舒服，享有少少的天氣變化，或者有些不舒服，可以接受到，是的，是的。所以身體的情況有少類似，所以 that's why 呢，即如果是你的水完全乾淨到這樣當然不行，是不行的，即完全一點礦物質都沒有就不行，所以為什麼我先生出事呢，就是一點礦物質都沒有，當然應該不是完全關這個事，我覺得不是，還有其他東西，本身就是有些人說可能就是遺傳情緒啊，各方面都有的，是各方面都有，加加埋埋加加埋埋，所以我哋平衡的，即係唔可以話單一嘅事件，但係因為城市人你聽到 cancer 係多嘅。喺咁高壓啦，食嘢嗰個樣，即係唔係話大家食得唔好啊？食得太多垃圾，而係即係個食物鏈嚟得係唔係咁？係啦，冇得乾淨等等嘅事情嘅嘢啦，咁可能會影響到人嘅抗體活性，因為真係身邊我都有啲人親人都有時有呢啲 cancer， 所以我好明白。咁只不過真嘅，當你個生活環境上邊你少一啲嘅朋友或者身邊嘅人係有事嘅話，你可能會比較 miss 咗呢一個位啦。咁但係即係今日多謝你同我介紹咗呢個水。的部分，我想問嚟緊即係生意的方向將來啦，你會點樣去令到你呢一個嘅即係電解水嘅呢個生意可以發揚光大啦？發揚光大咁啊嘛，生意係咪先？就係你頭先俾咗啲 idea 我，就係哇，嗰要分翻啲紅嘅，就係一個係一個 idea 嚟嘅喎，即係我覺得幾好喎，你可以令到佢所有嘅。71啊，係百貨公司啊，都係去會買你，rather than 買另外一個，咁都係一個幾好嘅嘢。少少啊，因為我有啊朋友，佢係做啲果汁嘅 ，OK， 即係靚嘅果汁嘅，咁佢梗係見即係差唔多啦。咁個 marketing 都係類似呢啲啦。咁佢做嘅咩咧？專 sponsor 買啲 sports 啊，即係係正嘅地方裏邊，佢一定有總有幾支擺喺度。咁呢個係一個過程啦，啊、令到個多人會了解，同埋你都係另外 promotion 啫嘛。同埋講緊，因為依家咧啲人咧開始對自己生活要求高，即係講真，錢多咗。除了講緊佢哋嘢好食之外，要優質，甚至乎你會明白到，譬如多咗 organic 啦，有機嘅嘢，因為大家翻去真係知道原來有一啲對身體好嘅，佢哋唔好介意俾多少少錢嘅。好坦白講，即係你一支水嘅價錢，同埋一支嗰啲果汁好貴嘅，都可以，係啊，可以嘅。但係即係都有一句，因為我自己有榨果汁，即係自己會整嗰啲嘅，個成本查實。即係可以爭係啦，咁但係當然我揾嗰啲都有機嘅，即係要揾，因為其實頭先農藥嘅問題啫嘛，我都好怕有一啲農藥嘅情況，我仲要咁打到咁細喎，即飲喎，咁梗係揾啲有機嘅，係啦，因為使唔會咁多嘛，咁即係呢啲係一啲當你願意為你自己嘅身體投資嘅話，其實有一班人又 OK 嘅，係啊，呢個正確，咁變咗即係呢個都係可能係一個嘅即係方向，或者可能頭先你講過，除咗喺一啲嘅 talk 裏邊會做之外咧，亦都可能係有一啲唔同的商業的合作啦，嚇、即係可以即係等，因為他哋都好期望有啲正嘅嘢，尤其是佢哋嘅 business 講要健康啊，要正啊，要靚嗰啲，咁 why not？ 係啱啱啱。咁、但係當然啦，另外一個部分裏邊，頭先我都講過，市面上已經有話能量水啊，即係除能量水係咪仲有嘅？我噏得出只即係呢個嘅啫，電解水啊，電解水、啊、其實有幾類，咁點樣可以分到俾人哋知道電解水會即係更好？我唔知啊，呢、這個係 OK。點解俾你分解電解水咁好啊？唉死啦！我好似呢個節目咧考個嘉賓，不停俾題目考驗佢啊問題，真係非常之尖鋭。大家都希望係即係大家做更加好嘅事。你 second business 之前嘅成個 business 咁成功，呢一個我會覺得係除咗你個生意嘅希望越嚟越好之餘，亦都幫到好多人。啊，呢個都真嘅。係，所以點解我會咁尖鋭？咁尖鋭，點解要俾其他人好？嗯，好似你上堂咁。
好少諗呢個問題，好少諗呢個問題，係啊，係真係好少諗呢個問題，係啊，點樣去嗱你？那個蒸馏水我可以解答到，那個很明顯，很明顯啦嚇。但是那個能量水呢，能量水是是給你能量的，還是因為它是給你什麼呢？其他牌子我不知道啦，這個少少啦，我都至少那時都有，因為我是一個顧客的身份，即我 去做 research 的時間裡面都看了很多啦，有一些的名字已經忘記了，就是有些能量水，它第一件事有些是講能量水來的，就又說不知道它有什麼給能量來的，有一些譬如我自己現在用的那些就講緊它是用一些的某些的石頭裡面呢，像一隻石英，似不是石英，是似石英，因為石英你知道標用石英，其實因為 vibration 嘛，其實能量是說 vibration 而已，其實每一樣東西，譬如說你的水裡面有粒子，其實它都 vibration， 只不過 vibration 是不是跟人體相類似而已。 OK， 那我解答到了，它的能量水的分子分細有幾細呢？那這個當然是另外一樣東西，即是它有幾細呢，那它要標榜，那我們的分子分細也都很細很細很細的，那你就要去標榜，或者將來我哋真的要買落去咧，就你要標榜咧，我哋個分子是打百分之幾幾幾幾幾啦。係，咁可能佢個能量水去打個分子係細，係，只不過佢話因為係石英乜乜乜乜乜，唔係石英，即係我類似啦，只一個 material， 一個 material 嘅啫，其實，但係佢係冇解釋，佢冇將佢打細嘅，佢只係覺得就係話你諗落去，其實你當然咧，我可唔可以咁形容咧？酸鹼度是科學化一點將它分子整開的，但是它能量呢，就是能量水，就是什麼，將那樣東西變成有生命，就令到你喝了下去呢，就是好像 activate 了你細胞之類的東西，我不知道，還有也曾經看過它一點 information， 說就是說能量水有什麼不好，就是因為電解過，就將它那個的細胞，就是將它不知道分子是什麼夾硬分拆，所以它們那個能量就是比較負面一點的，就是這樣啦，你說我們那個即電解的部分，哦、oh, okay. 即是用它的 theory， 但是 anyway， 其實都會坊間有很多很多的學說的嘛，很多很多東西說的嘛，即是怎樣去，可能你想即是接下來都會發展的時間裡面，怎樣可能當然生意上更好之餘，也都是可以給大眾知道究竟它是適合哪一類型的，因為就有一班一定是會 buy 能量的，一定是如果就這樣聽的時候，這個的電解水，因為你醫院都用了，其實是很簡單科學化地計到數的嘛，因為能量計不到的，是計不到的，是那個是比較主觀的，因為我們有個好處呢，就是電解水，因為很多有很多書有寫呢，這個水呢，即是有1000個防癌醫生寫過去 recommend 呢個水係真係可以幫到你嘅身體嗰個調節嘅。係，咁我唔知道個能量水有冇呢啲太多。我反而覺得咧，能量水咧，坊間係冇醫生佢寫過話佢係真係有呢個嘅作用嘅喎。反而即係電解水，我有睇過一本書係1000個防癌醫生。即係 recommend OK， 因為佢醫院都有用啊嘛，佢真係有寫過話係真係有一個咁嘅功效，反而就即係嗰個咁嘅比較，我就有睇過啦。咁因為點解都會即係咁樣即係同阿嘉賓傾啦？我諗某程度上咧，就係水係太多人需要啦。係，但係亦都好多人瓜分嘅市場。啱，相對地，咁同埋大家可能一般嚟講咧，要容易揾嘅大牌子啦，或者可能網路上面你買咗好多廣告就會容易啲嘅。相對地，頭先講日本係好似好主要啦，咁啊對韓國嘅感啊咁唔知我啱唔啱，感覺上可能就未必勁主流。咁我點樣去相信你嘅呢一個代理呢一個產品，而令到你可以再向前行？好。怎樣去相信呢？就是香港人很得意的，永遠都覺得貴的東西永遠是最好的，但是他背後沒有去分析他為什麼會貴呢，就因為他是傳銷嘛，是即我又不可以這麼直接地去說啦，這樣我們有一個，你只要可以將我們那個測試去 compare， 即等於我們的網絡，我們的 website 都有說列出所有牌子它有多少層的電解板，它有多少層的濾芯，它這樣去 Apple to Apple 永遠都是貨比貨的嘛，是不是，即是沒可能我空港的東西，是不是，那就即是可以在那裡去告訴別人
即係我哋 lift lift 話俾人聽，我哋呢個比人哋高。係係咯，就係即係咁樣去教育。我呢個我覺得需要咧，嗰、那個教育嘅部分裏邊咧係要多個原因，就係好多人買嘢唔睇 menu。係啊，即係今日好坦白，你講個幾層，因為我讀 science 嘅，我大概知你講咩。咁多層板又點咧？好多人已經唉是但啦，即係有啲人係宣傳，有啲可能覺得啊 OK 喎，呢個明星用喎，咁就。大部分都是的，大部分都是的，就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不會看研究後面的那個是什麼來的，不過我的朋友就有看的，會我都會的，都會看的，喂你做science的，喂即是誰好啊，他裡面是什麼啊，你才去決定去做一件事。說真的，我沒有特登記，但我看到大約知道 make sense 是什麼部分，是theory來自哪裡啊，即說真的，你找得這麼多價錢去買，你都是這樣看一下，還有很實在你自己身體需要什麼。我反而覺得呢個係你自己需要啲乜嘢，你呢個啱唔啱你用，同埋即係因為講真，響你一啲咁嘅電解水嘅 market 部分咧，大牌子啦，咁佢哋都有唔同嘅 scale 噶嘛，即係個價錢又唔知平啲啲同貴啲啲都有一個牌子，但係可能有啲細嘅位唔識分啦，咁你都 suppose 要睇㗎。你都要睇翻清楚啲，究竟邊一部分啱你多啲噶嘛？佢個 conflict 係乜嘢咯？睇佢 conflict 係邊一部分最適合你。睇完我哋係。九層電解板嘅，人哋得啊，唔係九層過濾嘅，人哋有啲得七層啊、五層啊。咁有啲人睇下，哇！我係咪屋企嘅時候特別污糟，我要九層先搞得掂咧？因為好多人我係諗住可能係一啲嘅叫咩啦，真係叫污水先要需要咁多層。但係我諗係有啲睇唔到嘅嘢，先至需要咁多層分嘅啫。係，唔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價錢差唔多，點解唔買多層啲咧？咁樣。這個我想首先要改了大家的概念先，即是很簡單，即是水你想想我喝完了，即是我本身真的很喜歡喝水的。那這個當你去處理了之後，其實你整個人即是整個家庭相對地可能你的失眠問的數啦、醫療的數啦可能減低了，那你多回時間，你知道病起上來什麼都不想做的嘛，得回時間出來你可以呢做多些是啦普通人啦，或者做自己開心的事啦，這個都挺不錯的。所以希望你接下來這個水的生意會越做越好，多謝你，還有期望我但是總有一支在左緊好方便買到一個很值得這個 marketing idea 非常之好，因為我是負責亂想東西的，你給這個 idea 亂想得挺好，對，那變成今天很開心，謝謝你，謝謝 Amanda， Thank you， 謝謝你，我們下集再見，拜拜。